过瘾了，怎么办？啊，再下两把棋，不，下到11点半了。我想试一下这个游戏，试一下这个叫警察模拟器，好像。警察模拟器啊，刚刚呢我们模拟完打工人，现在呢我们来模拟一下警察，就是去抓抓坏人呐、啊，查查酒驾呀，然后呢就是开开罚单啊，是吧？就是我觉得应该蛮好玩的，因为呢当警察本来就是我从小时候非常崇敬的一个职业，现在呢能够让我游戏来体验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不行。这个好像有点难。三伏是什么？三伏是啥？还能当内鬼哦？找个男的还是女的呀？我女性呗。搞搞，我看一下，这个女性还不错，哪个漂亮点？都还不错，我觉得这个，哎呦，我、哦，这个吧，要脸小，休闲，啥意思啊？模拟模式是什么意思？就休闲吧，就这个吧。三伏是恐怖游戏，那三伏啊，一个工作室做的国产恐怖游戏啊，那我待会儿下一下。那我下次玩上三伏吧。寂静岭都不让，寂静岭哦，不是不让，寂静岭，哎，是我在输入吗？选择地区，我们去一个地区吧先。我也是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怎么玩。Downtown Melting Pot Brookstone 是不是只能这个呀？那个地方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可用的班次吧。每天我都可以休息一天，申请最多4个班次。哪是我呀？选择一个班次啥意思？我是要开罚单是吧？怎么选的班次？哦，这儿没玩过，我也没玩过，我们一起试试呗，看下怎么玩。这个也是体验版，这是我离开座位。我们现在要去开停车罚单，好像我现在在警局里面，我出门了，怎么出去啊？我去开罚单去了。哦，还有电，哎，这个一下高级多了，有电梯了。Shift 也是跑，我们去抓，嘿，怎么让他停下来？我开罚单，停下，我命令你 stop，下车。哦，哎，不行，不行，罚单应该是路边乱停，我把他拦下来干什么？看一下路边乱停的有没有？我没有设。聚焦模式，聚焦车牌能够让你更清楚的看清它上面的信息，并且检查它是否过期。可以聚焦车辆和行人。当某人看上去很像通缉犯或者正在交易物品的时候，你可以进一步观察可疑情况，也可以按右键直接直觉反馈。看有没有可疑的。这个车，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停啊？No，这写的 No 不能停，哈哈，那我今天那个人扔垃圾了，哪儿？哪有人扔垃圾？哎，有个人乱扔垃圾，赶快去，快，赶快去罚款。小姐们儿，等一下，嘿，请出示身份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身份证啊。Please show me your ID. Please show me your ID. Sure, officer. Here you go. 你刚刚乱丢垃圾了，知道吗？看一下，对，身份证过期了。
他的身份证过期了。哎呀，我觉得身份证过个期，我干嘛要开个罚单呢？做人不要那么的绝对，对不对？让他去口头警告一下就好了。你呢，可以去去更换一下你的身份证哦。But， 你刚乱丢垃圾了。我要给你开罚单。I have to issue you a ticket for littering, which will cost you up to $25. Oh, come on, that's so much money. 有钱了，加了十。他很生气，你生气我，生气我要小心我。他生气我能怎么办呢？哎呦，我不管你们走。生气你就生气吧，我要开罚单去了。这里好像是停车的，这里可以让停车，那那边不能停，我去。开个罚单，开个校罚单儿。哎，等一下，这个是让停的吧？这个意思是让停。这有个行人，我们看一下，交谈一下，我看一下他的样子。Let me see your ID, please. 看一下，看一下身份证。啊，怎么减五啊？你行。不能随便看身份证吗？没啥，没啥，没啥异样。走吧，滚。哦，走吧，你走吧。You can leave now. Have a great day. 我刚刚丢掉了我的一个行为点数，就是这里。因为我在一次警民互动中的行事不当，发生警民互动以后，你可以按 I， 是 I 还是 E 啊？在你的警用电脑打开事件报告，报告中呢总结了事件的原因。你向对方索要的身份证，你可以快速跳到这个人员。我看一下我的事件是咋的了。没有理由的充，没有充分理由就不能要求对方出示证件。我需要有合理怀疑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随便让别人出示。哎，他在跟我说话。嗨，不是他跟我打嗨，我这要干啥？我要干嗨一下呀。Would you please show me your ID？ 哦，因为他跟我嗨了。There you go, officer. 他有点吞吞吐吐，我觉得是他是不是喝多了？他这个身份证现在是2020年4月5号，2022年。好的，交给你。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应该不能搜查吧。 All right, you're free to go. Enjoy your day. 我随便拘留他干嘛？这些人在害我。我的罚单还没开呢。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停车的地方，对不对？我刚看到有车呀。迷路市民，他需要我帮忙指路。镜像工具轮按下指路标，然后呢开启世界地图界面，标记符合要求的兴趣点。 Excuse me, officer. 试一下。 Hi, what are you doing? Hi, officerI'm trying to find Andre's bakery. Andre. Can you point m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please? Yeah, I know that place. Let me mark the location. Let me dig through. 好，给他指了。I'm very grateful, officer. Thank you. Oh, you are welcome.车不能互动啊，不能开罚单。这是不是？我看一下，我觉得他就是乱停车。这里让不让停车啊？我先看看吧。我看不见这个表。这里好像不是禁停区哦，我感觉。那前面那里是禁停区，这里是禁停区。先把这个车开了。哦哦，知道了知道了。哦，知道了，变成红色就是超时了。哎，这个超时了 ，yes， 太好了。哎，超时了，我怎么？超时，超时。开个，拖走，给他拖走。这个没有超。这个超了。Can you send a tow truck to my current location? I have a vehicle here that needs towing.
你们让我拖车的。减五啦，无语子。那乱扯。哎，不开车了，我看一下有没有人需要我帮助，或者有没有什么嫌疑人。这是个人吗？靠在这儿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嗨，警用电脑，电脑。进行降空就能打开警用电脑。你好，不能随便出他。You're good to go. Bye. 你走吧。他没有什么疑惑的行为。这位辣妹，你在站在垃圾桶旁边干什么？不会是私藏了什么东西吧？算了，不要随便乱查。我再来看一下啊，这有没有什么异样的人呢？这个人坐得这么端正，我觉得他看到我了，心里有鬼。这个人坐姿不雅，要不要口头警告一下？算了算了。You're good to go. 你走吧。Bye. 坐下，坐好点，坐好。哦，站着也行。他们怎么都坐得这么端正啊？看到我了。Hello, officer. 哎，有人找我，谁？谁 ？Who call me? Who call me 啊？没看见，我听到有个人在叫我。哦，在这儿。哎，他对我有那个。Can you need you an 什么 ？Need help? Your ID, please. 你在叫我，我让你看身份证，你还捡我的分。Here you go, sir. 烦。2022年有效的，没啥情况，你走吧，再见啊。Have a nice day and goodbye. Have a nice day, goodbye. Stop. 开开罚单。是谁造成了交通拥堵？啊？把车全部停在这儿干什么？谁没走啊？是不是乱闯红绿灯？这是绿灯吗？停在这儿不走干什么？这是红灯吗？我来看看是不是红灯，灯也没有，看不见啊。Do not enter 啥意思？这是个车位吗？嘿，我被我抓到了吧？我得把你拖走哦，兄弟，这是公交车停车站啊。I've got a car here that needs towing. Can you send a record to my current location? 有头。Sure. 烦得很，给我停在这儿，公交车怎么在这儿停车呀？啊？给我拖走。有这个停车场没关系。公交车的位置，给我拖走。哎，我们的这个效率很高哎，一下就来了。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哇，这个车原来是这么多的呀，这么简单。哇，这样多的呀。哈哈，光速。呀，这个车有点帅哦，这什么车？耶，法拉利吗？这是法拉利的标志吧？看不清楚，上面是一匹马，是不？是个女生开的，帅哦。这是什么车？这是什么沃尔沃吗？这是啥？这也是法拉利？怎么这么多法拉利啊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我去坐车去。马是吗？那个像法拉、没有啊，那牌子是法拉利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好像对我有一些。需要我帮助，这个黄 T 恤男士。Hello。哎。It's fine. Have a nice day. 免得你扣我的分。刚刚他需要我帮助的。Have a nice day。要不要贴罚单？我就在贴呀，我在找。他让我开停车罚单儿。就这两个是不是停车时间到了？哎，到了，我就说吧。交罚单，我现在就开罚单呢。
的，这个看一下，车牌过期。那辆车我又给停车了。行，车牌过期。车牌子过气儿了，过气儿了。OK。对，我之前不是还去那个，是实习过一天的交警嘛，对不对？体验了，还是很难的，还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现在又在体验，在游戏里体验。这井盖冒烟了，还要贴啊？你在这跑多久啊？哎，这个车我觉得太乱停了哇。哎，没有，那个人横穿马路，站住！哎，怎么是瞄准呢？站住！你横穿马路，知道吗 ？Let me see your ID, please. Let me see your ID. Sure, officer. Here you go. You 横穿马路。Do you understand? 哼哼，你的证件还过期了。你看，签发是2014年，有效期2019，现在是2020年4月5号。直接开车。我要给你开个罚单。乱穿马路。I could fine you for jaywalking. It would cost you $25. So much money for such a little infraction. 当然啦，不能横穿马路的喽。走吧。All right, you're free to go. Enjoy your day. Enjoy.又横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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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啊，让你横穿，找你要钱来。Hey, let me have a look at your ID, please. Please. Yes, officer. There you go. 我横穿，我是交警，我当然不横穿了。我不是横穿，我这个不叫横穿好吗？我这是去执行任务呀，一样嘛。交款，好的，我要对你开罚单。横穿马路。You will be fined for jaywalking, which will cost $25. Why does it cost so much? 好了，过走吧。再见。哎，我看你横不横穿。哇，这是一个斑马线是吧？哎，我发现这里又在乱停。编号二行人。哪里有行人啊？这个人是需要帮忙吗？算了。哎，我尿憋得不行了，不想，我想去尿尿了。开尾单好难开哦，要一辆一辆的看，累死了，太累了。怎么全部车牌都是这个？这瞄准是啥意思呢？我也没有枪啊。哎，等一下，他这个车显示的是里面是有，
不是一个这个那个警察模拟器，不是 GTA 怎么可能啊？哎呀，谁在叫我？谁在叫我？哎，违规停车，拖走，拖走，拖走。Can you send a tow truck to my current location? I have a vehicle here that needs towing. I've got a car here that needs towing. Can you send a wrecker to my current location? Sure, it'll be with you shortly. 我洗手了。那他乱停车吗？又捡我这里停可以停吗？这拖车效率好快，看我都捡我了，他罚单又不让我开，不是什么意思？他罚单也不让我开，我这个开罚单，然后又减了我五分，难道那里可以停吗？这个车，我觉得他把路给挡完了。你看，这个车绝对要拖走，相信我吧。I've got a car here that needs towing. Can you send a wrecker to my current location? 怎么又给我减分啊？你看，他离道路这么远，他把车门，他把这个路给占了，乱停。是我没开枪，开不了啊！可以开罚单是吧？这个可以开罚单。知道了，等一下吧啊！ Hello. 看。Hi. Hello to you too. Hello.有没有什么嫌疑犯呢？这个人看着正常。我这天天就在那开罚单吗？哎呦，美女，你是不是有什么就是不开心的事儿啊？招呼为什么不让打？哦，这里抓到一个，开个罚单，然后超时了。这些比较生活的那种。我觉得看他的样子有点诡异。I need to see your ID, please. 你看，话也不说。Here you go, officer. 没有表情。你不会是通缉犯吧？我来看一下啊。瞌睡，搜查一下。你站在路边不怀好意的，
背个背包，怀疑有炸弹。搜一下身。啊？搜出了一个骰子。哟，想去赌博？一个骰子能够判断出他涉毒吗？一个骰子能够这样去，这个逻辑对吗？我逮捕他，我怀疑他是与一起涉毒案件有关。可以个屁！我再搜一下。来，举起手，让我搜一下。又是骰子，去留拿个骰子，我凭什么拘留他呀？你在乱说。那是不是？那我就应该被下岗了吧？哎呀，这个也没用啊，滚吧。It's fine. Have a nice day. 你没事，你别走了。How you doing, officer?Hey, 来 Let me see your ID. Show me your ID, please. 你跟我打招呼、sure. 你心里有鬼。此地无银三百两。2021年8月30号 OK, 还给你啊。我看你穿的西装革履的。查一下你啊，没关系，让我来那个。我看看你的眼睛，张开你的嘴，不，张开你的手。摸一下，看看你说装什么东西啊？眼睛张大着。悠悠球、打火机、口袋球、指尖陀螺，怎么这身上带些这些小玩意儿啊？幼稚！你看一下你啊。哎呀，走吧。You can leave now.Have a great day. 嗯，我再看看。我来看一下他。嘿，来看看你啊，手举起来。我感觉你双目有一点瞳孔放大，不会是 ？Let me go. 你看 ，Officer， 你看他凶我。跑啊，跟回来，我开枪了，再不那个我开枪了。怎么打他？哎，怎么打他呀？给我站住，开枪了。怎么开来着？不是，我打不了，我长按了，但是打不了，你知道吗？他拒绝。我看看，控制。怎么搞啊？这个？哦，是聚焦。哎，我都没有枪。瞄准工具是左键，装填是二，没有枪啊。我枪都没有，无语子。哎呀，没有办法，他不理我了。我的班次结束了。不是，他拒绝，他拒捕我，我没办法。他站在角落，我跟他无法交谈，他不显示那个字，你看嘛，你跑什么呀？啊，你跑什么？给我站住！你真的是老笨蛋的。Stop！ 啊，谁在叫我？哎 ，Hello。Let me have a look at your ID, please.不是，我明明跟他交谈了， yeah, sure, 他还要扣我的分。2020年12月17号，持枪许可否？哎，他没有持枪许可。
我看看你有没有带枪。Everything's fine. You're good to go. Bye. Everything's fine. You can go. You can eat. Everything's fine. You're good to go. Bye. 那他给我打招呼干嘛？看见垃圾了。Hey. You 乱扔垃圾。开一个罚单。I'm writing you a ticket for littering. That will be $25. You're ruining my day. 再说我把你铐起来。他说我扫兴，我要拘留他。蓄意破坏，我会描述，会不会？这个得搜身，搜身，那我要搜一下你的身了。我觉得你有点小问题，兄弟。香烟。完了，哎 ，watch， 我这一会儿检查了这么多人，我滥用了职权，我这么多滥用职权，全部是滥用职权，不合理拖车，不合理开罚单，不合理拖车，不合理拖车。有几个是合理的，我这些都是合理的，只是上面不合理。这个不合理检查，不合理拖车。知道了，知道了，到了。有一个行人。Hey, boy. You're good to go. Bye. 还不给我加五分吗？我那么友好。这个小伙子，你站在这里是想要被我搜吗？嗯，我看你这样子有点不开心啊。今天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啊？过来给姐姐听听。我能看他搜一下他吗？我好想搜一下我。不能随便查人，我知道。值得我怀疑的点，我不能查。那谁能让我怀疑啊？没有人呢。事件报告，还有那个嫌犯长什么样子啊？不是说有嫌犯吗？站在这干啥呀？我打电话呢。100多米去警局看看。警局在哪儿啊？我在这儿。我这儿哪个镇呢？走，我们去警局看一下。这是警局，我来到了警局了。看什么哟，我在这里都没有我的位置。哦，结束班次，我今天班次结束了，结束，我大多数都通关了。看一下今天的报告啊。行为点，哦 no， 无打档补偿20%，损失点数40%。 OK，又要申请班次，知道了。不玩了，下次再玩吧。天哪，你看这个头发好搞笑啊。又不给我把枪，枪也没有，怎么玩？先不玩了，先不玩喽。哎呦，嗓子疼。想听我唱歌，想听唱什么歌？唱两首歌下播了哦。我先把这个游戏关了。
好像关不了它。不让我关，把这个退了。啊，我觉得大多数那么好玩，一下子就没了。今天居然玩了一晚上就没了，好难受，怎么沦陷？